我三个岁已经几个时间咗，所以依家你嘅成个健康嘅已经改善晒咗。可以啦，我冇食咁多嘢。暂时系仲有糖尿病嘅问题，所以依家你饮食习惯方面，你有改？有唔食咁多嘢。冇食咁多嘢。我肥喎，你哋就健康喎，六四基咯。我十几基。哦，他冇嘢可以减肥。 所以啊，天天要keep fit的。啊，那么我也想知道一下说，啊，你系一路嚟，你都系点样食一包，系或者半包？我食啊，我试起有几行啊，嚟啱啱我嘅味，啊嗰啲年咧，我嚟咗小学堂，我嗰时我又唔食噶，我唔饮。我嗰时我唔食。哎呀，我先系有。哦，他都会享受助人的味道啦。<笑> OK，我亦都记到一下，就系你嘅有你嘅孙细细嘅时候，曾经系有问题嘅，因为他一个啊吓，他出世嘅时候，因为他是早产，所以只有一个kilo，一包白糖，一个kilo这么重，1000个 gram 啊，那么由他的母亲来分享一下好不好？来，掌声。 我好多謝啊，海鸥公司，誒，我想我晚餐食呢個粥圓。我呢個粥圓咧，I don't think so， 我晚餐咧仲係still咧響。So，and then我都好多謝 Mr. Chan，every time regularly visit 我晚餐睇戲節目點喎，好多謝大家。我而家想分享嘅時候，我呢個係我細女，因為我早產，six months。 premature baby deliver 6 months early， 过于出世 ，baby from Batam， 南部人 ，so he deliver 嘅时候系 just 1 kg，and then because of only three months early， then have to stay ICU for 3 months， not ICU。 通常人哋係七星女，但係呢個咧係六星女。呢個六星女咧，佢比較特別啲，因為佢做出世咧，佢唔識唞氣嘅。有時佢用 machine， 用嗰個 ICU treatment 咧係用 machine， 好多嗰啲 wires 全部掘曬啊。So 我 ，and then for this treatment this。 3 months 喺 ICU 咧，我 mother 都有俾我食誒粥圓嘅水，so 我可以 produce breast milk，so 佢係食 breast milk，and also 食粥啊、飲水啊，so 媽都有講粥圓。本來佢係有 lung chronic 嘅，so 我吸嗰啲，但係佢要吸嗰啲，不先人哋 asthma 啊嘛，嗰啲 spray。 所以但係佢唔使，人哋佢而家已經5歲咗，所以佢係冇冷嗰啲講咗，所以佢 everyday 都係飲粥鹽嘅水，係咪煲粥都係食鹽嘅？我個仔都係食粥鹽大嘅。 佢幫我照顧我屋企，佢係我嘅呢個媽咧，我個先生係我阿叔哥媽咧。我 only take care 我嘅 three children， 佢哋好努力嘅，so and then also take care 我嘅屋企，屋企家務什麼係幫我做曬，即係你叫媽咧，感恩感恩。 OK， 说他的情况就是说他这两个孩子呢，小小就已经吃住人了。我吃了今天原本是，据我也知道呢，他出事的时候医生跟他讲 50-50， 只有58岁的机会，但是今天已经是5岁了，医生搞错了，不是58岁，是已经5岁了啊。
所以感恩助缘的话，也让我们感谢啊，他为我们这个助缘呢，给我们带来一个更好的分享。来，谢谢我们，哎，谢谢他们来。 Thank you. Alan 三十多岁就开始掉发了，为什么呢？压力吧，因为我是一个兄弟姐妹哦，就是我这个特别的，可能压力啊，对对，工作，我做印刷，每天在赶工，二十四小时没有睡觉，几天下去就脱发，一脱就脱了几十年。<笑>那么你有想过用什么方法把它长出来吗？重长出来吗？一路来很多的人都介绍我什么生发水之类的都没有效，没有效，几百块买来也是三两个星期没效我就丢掉。站在男人的立场，光头对你有什么影响到你什么的印象的程度吗？啊，别人对你的印象，很多人跟我说。 十个光头九个富，但是我想我又发又富，那不是更好？对。你是如何接触到我们的主演？哦，去年八月。去年哦，没有前年了。今年是2012年。对。2012。时间真的过得真快，哇，太高兴了。 这样你是如何复用我们的主演？因为我的开妈阿兰，我的开餐的妈妈叫开妈，她叫阿兰，她介绍我认识主演，开始我就复用，那效果很好。原本我脚底是痛的嘛，三天过后脚底就不痛了。后来我跟太太说，哎，这个很好，她也是脚痛。 我这个无效，后来我跟太太也跟着复试了，试了这个助眼。OK， 这样你复用了多久才看到它头发长出来？大概要需要多久的时间？头发方面哦，就是因为我的黑狗，它中毒，然后我以助眼把它救回来，之后我就全心全意啊，增加我的对助眼的信心，很坚持。 我就开始用助缘那个助缘健康法买回来参考。204页，助缘健康法写到，用助缘洗头可以助长生发，这样我就依照这样的开始洗头。三天过后，我发现我的头皮屑完全消失了。在两个礼拜后，我发现到我的头皮上长出很多细细的幼毛。 我就很有信心，我每天的不停的用助缘来洗头、按摩头皮、洗脸。你看今天，整个改善，啊，原来总是沙漠，对吧？我开始感触力做了。真的，是不是相差年轻了10年，对不对？谢谢助缘。OK， 这样你要跟大家分享一点什么吗？ 趁这个机会，嗯，主人太棒了，真的，好像我太太哦，因为狗给我一个，好像上天特别给我派的那个使者，他又承受很大的痛苦，甚至死亡。
来迫使我对救援的信赖和坚持。你看，就是因为这样，我就全信了这个救援。可是我太太几十年的胃痛不知不觉好了，还有那个救援健康法145页，他也写的这个救援刷牙对这个牙周病有很好的疗效，我太太也跟着做了，今天几十年的牙周病也好了，还有病敏感。人家说睡觉嘛，如果卧坐钞票睡觉是很好的一件事了，但是几十年下来他是卧坐那个体术来睡觉的啊，因为不知不觉就好了。非常感谢这个海鸥生命助援。在楼下购买哈。我称为这个助援健康法是我们的助援宝典。嗯，来，这个就是 Alan 的狗，他认两次的中毒都被 Alan 救回来了，就是因为这只狗给 Alan 很大的信心。这是第二次中毒，第一次没有拍之前。早上啊。早上都给你没了，过来了，看到吗？直接关下去，不会浪费啊。走。哎呀，两个小时之后，当然好了，要发了，有一点兄弟啊。哎呀，开始了，你们好，开始了，又回来了。我在山上住，现在跑跑了，我们哎呀，很多事了，很好，现在好晒了，哎，好晒了，好晒了，松树，这马术有啊，姐姐很漂亮嘞，这个就是很好看，哎，多看多，姐姐多看多，他的狗都会感恩的，第二天早上另外一只狗，它都完蛋了。他的女朋友没有看到倒在路上死了，狗的不知道谁家的狗，他的女朋友还是他的女朋友啊，希望这个见证啊能够给很多人看到然后相信的助言，然后的健康得到很好的改善。谢谢大家，谢谢我们的 Alan。Seterusnya kita mempersilakan Puan Nama. Lai jangan malai hua lah, lai jangan sen. Dan raja Ciro Puan Ika Wabahan. Puan Nama 就是患上了乳癌啊，十多年的乳癌。那么这个乳癌呢，就是很痛的。他跟我们分享哈，我们就会问他一下哈。Berapa lama kak sudah dapat itu bangga payu? Berapa lama? 22 tahun. 22 tahun. 22 年了。Kenapa kak tak mau buat itu? Saya sudah pergi hospital. Hospital? Sudah tunggu 1 tahun.Rambut sudah habis. 对，他经过化疗了哈，头发都掉了。Sudah berapa kali kak buat kimo? Kimo 3 kali. Sudah 3 kali. Dan apa rasa selepas kimo? Tidak ada rasa. Tidak ada. Tapi sakit tak? Rasa sakit tak? Tiap-tiap hari pun sakit. Mau makan tidak boleh makan. Tidak boleh makan. Masa tu kak kurus tak? Sudah tak kurus. Ya dah kurus lah. Dan malam boleh tidur.Boleh tidur. Tak sedar makan. Saya punya mata tapi macam ni. Tak boleh tidur. Letih saja. Berapa, sudah berapa banyak duit kak sudah belanja? Banyaklah, habis 3,000 lebih. Banyak duit sudah belanja ni. Macam mana kak dapat tahu ini? Kadang buat kakak ni, selalu saya dekat bawah. Lalu parkir kereta kan. Jumpa kakak Naimah panggil. Kenapa kak? Awak ada penyakit kanser? Ya.
Lepas tu dia jangan suruh minum. Saya tak percaya mula-mula pasal saya belum ada duit. Saya belum kerja kan. Lepas tu saya cakap dengan abang, abang cakap suruh ambil. Saya belum bayar kan kakak. Lepas tu saya rasa sudah minum, okey, saya bayar. Lepas tu saya habis satu bungkus, saya ambil lagi. Okay. Saya satu sekali minum dua. Satu hari enam. Sekali minum dua. Satu hari enam bungkus. Maksudnya tiap-tiap pagi kan minum dua bungkus. Setengah hari dua. Setengah hari dua. Tahun dua. Apa rasa yang pertama kali Kak minum air? Pertama kali. Muntah. Ada muntah kan? Muntah dari sini keluar. Dari sini keluar. Semualah. Semua keluar lah. Dan apa rasa yang pertama kali Kak minum air garam? Ada rasa letih ke? Tak ada rasa letih. Ada letih. Lagi kuat. Malah kerja. Okey. Kak ada ingat tak? Ada confident tak kalau Kak minum selanjutnya penyakit kanser ni boleh under control? Boleh. Semangat. Ada confident? Sudah ya? Wah, hal. Sudah berapa lama Kak sudah minum ini? Dalam baru berapa? Dua bulan tengah je. Dua bulan saja. Ha? Sekarang tak ada rasa sakit? Tak ada apa rasa lagi. Sakit. Macam sedang. Ini sikit ni. Sini pun sudah habis ni, tak ada dah. Betul. Oh. Sini sikit-sikit ni. Sikit. Sikit lah. Tapi rasa keras lah. Masih keras sini. Sangat keras kan? Macam patuh kan? Habis sini. Patuh kan? Okey. Tidur pun tak boleh. Mata pun macam ni tak tidur. Sekarang sudah alhamdulillah saya jumpa kakak ni.接下来的这一位，很多人都认识了吧？
欢迎我们的滚妹，时常叫她滚妹，迟一点叫她滚妹姐比较好哦，因为她不是安迪。好，那么啊，想记得一下滚妹就是你未用注意之前呢，你可以帮我们讲一下你是面对怎样的健康问题。我未用注意嘛，我成身肿到啊，看咩医生都看不到，中医西医都是不得，吃那些药吃到我生疏的，医生说你吃什么药啊，吃到你生疏你都不知道，我都没照过镜，痛到我肿肿又没梳过头。那么我姐带我去同城医院，我说什么医生都看过了，走到什么医生看，又去八达岭看，八达岭看了几个头，第五个头是他帮我换丸仔，他说阿姨你吃了这么多种药都吃不到的，不如我给癌症药你配你看看 OK 没有。哎呦，回来吃了两天之后拉到我啊，我的仔说阿妈你看什么医生，你中癌症呢，给癌症药你吃的啊，怎么搞这样的，谁个介绍你去的，我又不敢说啊，死了，遇到阿芹姐，阿芹姐没来啊，今天芹姐认识我姑仔啊，姑仔说阿嫂我毛钱啊，我带姨姨贪一只竹饮，我老公就说你看屋企嗰啲药摆到满晒啦，你行我食咩药？你嘅药都有得出卖啊！我就去咯。哎，阿公，哎，阿峰，降头啲药，嗰啲盐啊厚厚嘅喎，卖咯。我未听晒，我就安排一食翻去试咯。哇，差唔多食到筋啊，心啊松哦，我个手心啊咁曲啊肿啊，就 OK。买一食嗰两盒几？我新鮮買菜啊！我打廣告咯，哎，我嗰間執竹林烤喎，我可以橋底咯，我十幾年期間好牛嘅喎，我問下，我是啊，封釘仔啊，多封痰筒嘅，坐落以後看唔得線嘅，牙線都頸牙衰啊，我吹一吹，婆婆頭痛啊，出去先，我放那个椅子，你不能看那里出去，做什么这样的你？我的脚痛啊，拉不到我的，我很胖。其实跟威是因为他是风湿关节的问题，他的脚呢整30年、30年没得猫的了哈。系咯，我成日企住屙尿啊，哎呦，痛到我啊，夜晚啊流眼水都冇人知啊，老公又大祸事喎。脚来溜啊，转下腰啊，点样好啊？我同医生讲，医生，我到底食药，我食咗几多年噶？冇几耐啫，3年到5年啦。哇，我明明套样，一日我食4摆，我食到我唔得闲咯，又瞓唔得我讲，医生你安药俾我冇？佢讲冇啊，我俾个镇定药你食啦。今日食 OK 瞓，听日又唔得，瞓唔得。我说医生给我死了，不如我这样痛法怎么可以啊，傻呀，你说你慢慢吃，吃足5年那些药你就好了。痛到我慢慢夜流眼水都没人知道。那么我一个头我看4摆急动看，我仔一三门6点多就载我急动看，回到你9点的一叫他载我去，我仔就拳头要讲足人敲啊，是讲气效的反应嘛，话食咗两盒几 ，OK 可以摸低摸上摸。你开头食的时候，听讲你佢好痛喎。系咯，食到我痛啊！所以做咩你冇觉得好惊呢个时候？食到又痛又屙啊！我仔讲行效咩足人，要听人中意 call 医生啫。你讲嗰啲系反应。你吃得某东西都某垃圾了，你现在有个个头都有拎货没停过，个个头都拎没停过，那些人三毛钱粉我卖的，我没招客的，我不得闲的，我带人上铺头的，我是卖大家的。哥，你是说开头你吃的时候你感觉到痛，你加倍的，是不是？
聽過。土豆食一包嘅。啊。痛啊！我醫生藥食咗咁多，但係都死咗咯，搏佢搏過咯，招咗一包夜晚包啦，話 OK 喎、哦，好喎、哦。我買菜同阿銀啲講，睇咩銀後咩？人講你漏温啊，窒窒低五都要啊嘛，已療傷，五上升啊低，咦？哇，喺度效喎。哦，现在安迪每一个月呢，大概都是一个配套，都自己拿来吃跟介绍给他朋友哈、哦。我冇停过，我个个月都拎货，客仔嚟揾我，我冇揾客仔，客仔嚟揾我。所以家你仲系继续咁样食，一日你食几多一日？一日，而家我减少一日食一包咗。一日食一包，我依家。所以紫菜全部都是用咗竹鹽嘅，改曬三蚊用竹鹽。所以依家你感覺到就係講呢個竹鹽真係幫助到你嘅喎。一流啊！冇睇過醫生，醫生又冇睇過醫生，醫生冇生意做啦。醫生又冇見過我咗啊！醫生冇見到你咗啦。我又冇見佢啦。唔想見醫生。那么其实呢，这个坤威呢，他也曾经呢，因为他这个问题呢，除了中西医他看了，咩医生睇过？他也看了伯母。人哋介绍二宝啊，着条底裤啊，俾人咁样大，痛到我喊到三间屋都听到我喊啊，打到我心肿肿啊，嚿一嚿啊，咁听日好就唔得咗，又嚟翻。所以他的痛呢是不能够解决的，所以他曾经想过倒不如早一点偶尿会比较好，幸好这个助缘，那么今天也让他重生了，来谢谢我们的坤威。安哥，呢个系安哥林啊，对，安哥林，安龙爷，啊，安哥林，不是那个安哥林哦，他是来自美罗。咁啊，安哥想知道一下，就系你未食猪肉，你曾经讲过你有呕血嘅现象。我讲分享下。